我必有大捷，今后凡我门中之人，许世代看守无生，防止那黑蛇破印而出。常请老儿混入千年，今日定要血洗你青山派，开启我心中恶气。 难道除了青山派，其他修仙门派就不能降妖除魔、为民除害了吗？师父，你死死师父，师父。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找到昆仑镜，为师父报仇。上古时期，皇帝借助昆仑镜之力。 大败蚩尤，而昆仑镜却在那一战裂开。那可有修复昆仑镜的方法？没有啊。若想修补昆仑镜，需要纯阴之血的守护者以自身投镜，从此经不困于镜中。 永世不得轮回，灵儿姐姐，你就是纯阴之血，你爹爹没有告诉过你吗？云纹凌风，接下来靠你了。灵儿。